同学们好，这讲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三课的练习。第一项、次の文を読んでください。日本語には敬語があります。日文中有敬语。同じ内容でも話し相手によって言葉の使い方が変わるのです。啊，即便是同样的内容，但是呢，根据说话的对象。啊，就是听者啊，哈纳西亚一点，的不同，这个你有代表是根据，对不对？根据听者的不同呢，语言的使用方法，词语的使用方法也会变化的。例えば、友達のリさんと話すときには，比如说当我们在跟朋友小李讲话的时候呢，リさん、今出かけますか？小李，现在你出门吗？七時頃には帰りますね。那七点左右的时候你可以回来的，对不对？と言いますが、相手が自分の先生だったら、会这样说，对不对？但是呢，如果对方是自己的老师的话，这个だったら表示假设啊，等于であれば。如果对方是自己老师的话呢，我们会说先生、お出かけですか？用おじます形です，对吧？老师，您现在出门吗？七時頃にはお帰りになりますね。啊，おじます形接になる，对吧？一样的意思啊，七点左右的话，你会回来的吗？都言います，会这样说啊。第二个，やっぱり初めはみんな同じらしいですね。这个やっぱり表示果然如自己所想的哈，果然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啊。这个らしい表示婉转断定啊，根据我听来的这个依据来做出一个断定。好像呢，一开始大家果然都是有点不大适应的。みんな同じらしいですね。啊，形容动词直接接らしい啊。私も日本に来たばかりの頃は，我也是一样的。当我刚来日本的时候，这个用他形接ばかり啊。当我刚来日本的那个时期呢，母の手紙を読むたびに啊，动词原形接たびに。每当我读到妈妈寄来的信，泣きました。啊，我都会哭得非常厉害的，我都会哭啊，表示回忆我过去的事情啊。でも今は日本に来てよかったと思っています。但是现在呢，回过头来想想看，我觉得我来日本算是来对了。てよかった这个句型就表示兑现的一种庆幸，一种行为的庆幸。日本に来てよかった啊，必须用过去式啊，就是来日本真的是来对了。来得很好，对吧？真应该来日本啊，来对了。日本に来てよかったと思っています。啊，现在有这样的想法。第三，この頃忙しくて、コウさんと連絡しなかったのですが，啊，最近以来一直非常忙，忙得完全没有跟小高联系。啊，用一个过去式啊，表示过去的动作，一直以来都没有跟小高联系，很长时间了。昨日コウさんから電話が来て，昨天呢，小高打来个电话来了，说どんなに忙しくても啊，就是句型啊，どんなに接ても，不管你再怎么忙，電話をかけるぐらいの時間はあるでしょ？啊，你打个电话，这个时间总是有的吧？这个时候我们用个ぐらい来表示低程度啊，打个电话是几分钟，这样的时间总是有的吧？と怒ったような声で啊，以一种好像很生气的声音，好像一种发了火的这样一种声音，私を叱りました啊，斥责了我。好，第二大题，填假名啊。第一个，新聞全填是你啊，目を通します。新聞に目を通します，表示浏览一下报纸啊。新聞に目を通します。第二，先生はいつもこの時間にご出勤なさいますか？又给了三个括号，只能填なさいますか啊。老师，您总是在这个时间上班吗？如果没有这个格的话，我们也可以填出勤されますか，那就是两个空格了，对吧？这里是ご出勤なさいますか。那么可不可以填ご出勤になりますか？也可以的哈。いつもこの時間にご出勤になりますか？也可以啊。第三，起きてからどんなに四个空格，どんなにどんなに忙しくても10分ほど啊，十分钟左右。10分ほど太極拳をやります啊，起床之后不论再怎么忙，十分钟左右的太极拳我总是会打的。第四，
お忙しいところを、前提的是ところを啊，这个语法中说过了，表示转折，对吧？在您这么忙的时候呢，お邪魔し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第五，話題の中に出てくる人啊，这不是一个句子啊，就是一个短语，在话题中出现的人，这个时候你显然是着落点，出现在话题中的人，对吧？話題に出てくる，話題の中に出てくる。第六，自分側に属するもの。这些短语啊，属于我方的人员啊，属于我方的人，这个某弄写汉字写这个者啊，自分側に，因为这个属くする总是搭配的是你啊，属于我方的人，比如说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啊，属于我方的人。第七，相手に失礼になります。对于对方会成为失礼，失礼になる就是失礼です啊，你的这个行为，あなたのその行為は相手に失礼になります，会成为对对方的失礼。前面这个相手に表示对于对方来说，对吧？表示一种行为的对象或者对于什么什么来说，对对方来说会是一个对对方失礼的行为啊，一种行为的指向。后面这个失礼になる啊，成为失礼就表示失礼的意思啊。第八，敬語は尊敬語と謙譲語に使い分けられます。这个时候に表示结果，敬语呢被分为尊敬语和谦让语，还有一个郑重语，三个啊。敬语被分为，这个时候用に来表示一个结果，被分为尊敬語と謙譲語に使い分けられます。以上、謙譲語は尊敬語と取り違えないように特に注意して話さ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啊，这个是读解文中的原句啊。谦让语呢，使用的时候说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不要把它与尊敬语搞混淆了。尊敬語と啊，十，敬語は時と場合によって，前提是によって啊，根据敬语呢，根据时候和场合的不同，使い分けないと。如果不这样加以区分使用的话呢，かえって失礼になることもあります。第三大项选词，第一个，春休みの家族旅行では，在春季休假的全家旅行的这个当中呢，妹が熱を出したり啊，妹妹在途中就发烧，在旅行途中就发烧啊，熱を出したり，交通が渋滞したりして。交通也很堵塞啊，交通が渋滞したりして、散々な目に遭いました。听的是散々啊，狼狈对吧？糟糕透顶了，狼狈不堪，倒了大霉了。呀，あなたは将来何になりたいか、じっくり考え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听的是じっくり啊，仔细好好的。前面是一个疑问短句，做的是宾语啊。将来何になりたいか、お、对吧？关于你将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什么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仔细考虑过？第三，この部屋は上品に飾ってありますね，表示眼前的这个事项静态的状态，用てある，对吧？前面是一个他动词，飾ってあります。这个房间现在装饰的非常的高雅啊，目前的我眼前的状态，这个房间装饰的非常的好好看啊，很高雅，用上品に啊，高雅的装饰着。第四，人から手紙をもらったら、なるべく早く返事を書いた方がいいです。啊，他了啊，如果你从别人那里收到一封来信的话，那么你还是尽可能早一点给人家写回信比较好啊，用なるべく，尽可能的。第五，私の言うことを取り違えないでください。啊，取り違える啊，理解错、搞错，不要把我讲的话理解错了。啊，这个用宾语。を取り違えないでください，请不要搞错。第六，二人の金を合わせても，合わせる表示合在一起、累加、累计、合计啊，把两个人的钱加在一起来算。即便是这样，たった100元しかありません，也只不过只有100块。合わせ啊，填的是合わせても。好，第四大题，仿照例句改写句子。本を読みますか？本をお読みになりますか？比较简单啊，用を接ます形接になる，表示一种尊敬语的方式。
您接下来要读书吗？第一个，毎日何時頃出かけますか？前的是毎日何時頃お出かけになりますか？明天你几点出门？第二，毎日何時頃お帰りになりますか？每天你几点钟回家啊？都是表示一般现在时啊。お帰りになりますか？第三，お宅は朝日新聞を取っていますか？这个时候说，お宅は朝日新聞をお取りになっていますか？这个ています仍然保留啊。朝日新聞をお取りになっていますか？您家里现在正订着这个朝日新闻这个报纸吗？お取りになっていますか？第四，先生は3時間も続けて教えました。过去式啊，先生は3時間も続けてお教えになりました。就是用过去式啊，お教えになりました。老师连着教了三个小时啊，连续教了三个小时。第五，長い旅行で疲れたでしょう。这个でしょう仍然保留啊，長い旅行でお疲れに。なったでしょう，用简体接でしょう。お疲れになったでしょう。啊，很长的漫长的旅途，你一定已经疲惫了吧？第二大题，先生はもう帰りますか？先生はもうお帰りですか？啊，用第二个结构，就是お接ます形接です啊。老师，您这就准备要回去了吗？已经准备要回去了吗？第一，これから出かけますか？これからお出かけですか？お出かけですか？接下来你准备出门吗？第二，これからお友達でも訪ねますか？这个でも显然是表示泛指啊之类的，说接下来你准备去拜访朋友什么的吗？これからお友達でもお訪ねですか？这个时候お接ます形接です，前面的宾格的这个お仍然保留，不要变它啊。これからお友達を，那么这个を换成でも。お友達でもお訪ねですか。第三，定期券は持っていますか。这个は仍然是代替的是お啊，是宾格的お。您有这个定期票吗？有这个月票吗？定期券はお持ちですか。这个时候定ます不要体现啊，不需要体现。这个时候总归是现在时，因为是现在时可以用です。定期券はお持ちですか？第四，先生は疲れていますか？仍然这个ています不用体现了啊。老师，您现在疲惫了吗？先生はお疲れですか？お疲れですか？第五，先生本を忘れていますよ。啊，老师，您忘记书了，您把书落在这，您忘了带书了啊，忘了把书拿走了。先生本をお忘れですよ。お接ます形啊，お忘れですよ。这个ています不用体现了啊，お忘れですよ。第四大题，太極拳を10分ほどやります。どんなに忙しくても啊，这个非常简单啊，用一个程度的，无论再怎么忙，总归十分钟太极拳会打的。第一个，どんなに忙しくても新聞には必ず目を通します。无论再怎么忙，报纸我一定会浏览一下的。第二，どんなに勉強してもあの人ほど上手にはなりません。啊，ほど接否定啊，表示比较级的不如的意思，不论我再怎么学，我也不可能如那个人那样的擅长，无法变得像那个人那样的擅长。第三，どんなに疲れても啊，どんなにあ、どんなに疲れても寝る前に1時間ぐらい本を読みます。不论我再怎么疲惫，睡觉前我都会读一个小时的书。第四，どんなに注意してもやはり取り違えました。取り違える啊，不论再怎么注意，终究还是搞错了，终究还是理解错了，看错了。どんなに注意してもやはり取り違えました。第五，どんなに説明してもわかってくれません。注意肯定是别人啊，他无论我再怎么对他做说明，他也不懂。てくれる表示说，他如果为我理解的话，我就不用再说下去了。那么他对我施这个恩，要用てくれる啊。翻中文不用翻出来的，不论我再怎么对他做说明，他也始终不理解啊。这个不理解就是不对我做这个恩情，使得我一直要说，对吧？どんなに説明してもわかってくれません。第四，
東京へ行きます。上野公園へ行きます。東京へ行くたびに、用动词原形接たびに。每次我去东京，我都会去上野公园。第一个，電車に乗るたびに押されたりして散々です。每次我坐电车，我都要被人家推来推去，非常的狼狈。電車に乗るたびに。第二，上海へ出張するたびに，动词原形啊，出張するたびに大学の先生を訪ねます。每次我去上海出差，我都会去拜访大学老师。第三，あの人に会うたびに口喧嘩をします。啊，每次我见那个人都要跟他吵架。会うたびに啊，口喧嘩をします。第四，出張するたびにたくさんのお土産を買ってくれます。主语是别人啊，主语是他。他每次出差都会为我买很多很多的土特产礼品。出張するたびにたくさんのお土産を買ってくれます。第五，病院へ行くたびに長い時間待たされます。注意是我啊，比如说我每次去医院都被迫要等很长的队伍，排很长的时间队，对吧？病院へ行くたびに这个長い時間表示一个时间段，在句子里边独立使用啊，不需要加助词。長い時間待たされます，这个是动词的被义态啊，被迫等很长时间。好，第五大题。仿照例句回答提问啊，先生は朝ラジオをお聞きになりますか？老师您早上会听收音机吗？天気予報、天気予報を聞くぐらいです。用这个ぐらい来表示低程度的啊，没有这么这个夸张，没有这么具体的听收音机，我只不过听一听天气预报而已。用动词原形接ぐらい表示一个低程度啊，只不过听听天气预报什么的。第一个。日本に長く住んでいましたか？你在日本曾经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吗？用ていました表示过去的持续。いいえ、二三日滞在したぐらいです。啊，总之用简体句接啊，滞在したぐらいです。因为这是过去式啊，说没有，我只不过之前曾经在日本滞留过两三天，待过两三天而已，没有很长时间住。二三日。这个因为是你上你所以他就不能用私母，私母总归是很长时间的定居，所以才能用私母。那这个时候不能用私母，用滞在する。你上你去滞在したぐらいです。啊，加个ぐらい，只不过滞留了，待了两三天。第二，あの人と友達ですか？你跟那个人是朋友吗？いいえ、挨拶をするぐらいです。不，只不过是打个招呼而已。我们的关系可以这样说，あの人とは挨拶をするぐらいの関係です，对吧？可以用ぐらいの関係です。我跟那个人只不过是打个招呼的关系，点头之交而已。挨拶するぐらいです。第三，熱は高いですか？烧得很高吗？ちょっと寒気がするぐらいです。啊，还是用原形接ぐらい。我只不过稍微感到有点打寒，有点寒颤，但是并不是烧得很厉害。ちょっと寒気がするぐらいです。第四，ひどい病気ですか？患的病重吗？是重病吗？ちょっと風邪をひいたぐらいです。因为这个时候是现在已经形成的状态了，我只不过患了感冒。对，ちょっと風邪をひいたぐらいです。第五，とても痛い。啊，是不是很痛啊？泣きたいぐらいです。这个显然是嗨的啊，不是いいえ了。这个时候的ぐらい表示高程度，不是低程度啊，这是高程度。とても痛いですか？はい。とても痛くて泣きたいぐらいです。非常非常痛，痛得我都想哭了。是嗨啊，嗨，泣きたいぐらいです。皆さん、練習の時間ですよ。ちょっと練習しようね。
第六大题，仿照例句完成句子。いくら忙しくても新聞は読む，把它变成什么呢？読むべきです。非常简单，用动词原形接べき，表示一个应该的意思，对吧？再怎么忙，报纸总是应该要读的啊，必须应该要读的。読むべきです。第一个，悪いことをしたのはあなただから。因为犯错误做了不好的事情的人是你，所以呢，謝るべきです。对吧？彼に謝るべきです。所以说你应该向他道歉。謝るべきです。第二，目上の人に対しては敬語を使うべきです。对于长辈和上级应该使用敬语啊，你対して对于长年长的人呢应该使用敬语。使うべきです。第三，北京には見るべきものがいっぱいあるので、ぜひ一度来てください。这个时候，見るべきもの，这个べき就是表示值得，可以翻啊。在北京有很多很多值得一见的东西。見るべきもの啊，这个べき表示一种值得的意思。这个べき可以做连体型，后面修饰名词啊。第四，来るべきものはいつかきっと来ると思います。这就是比较特殊啊，叫怎么翻呢？叫该来的东西总有一天会来的。该来的东西叫来るべきもの，在这里的べき仍然从本质上讲，就是表示说从道理上讲一种正当性。什么叫该来的？就是应该来的，道理上讲的一种正当性，总归是用べき啊。来るべきもの，这个比较特殊啊。我们中文翻该来的东西总有一天会来的。いつかきっと来る。来るべきもの。第五，言うべきことははっきり言った方がいいです。啊，仍然表示一种正当性。道理上讲，该做的事情，类似于像一种义务，对不对？像一种义务，该说的话，你就应该一字不落的说出来。はっきり言った方がいい。言うべきこと，该说的话就应该说清楚。言うべきこと。第二大题。尊敬語は什么？尊敬の気持ちを表す敬語です。話し相手。尊敬語は話し相手に対して。啊，非常简单。接着用个に対して啊。尊敬语是对于听话人表达尊敬之意的敬语。意思啊。第一个，先生に対して。先生に対して失礼なことを言ってはいけません。啊，不能对老师说那么失礼的话。第二个，目上の人に対して敬語を使わ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啊，对于年长的人、上级必须使用敬语。第三，初めての人に対しては言葉遣いに注意した方がいいです。啊，对于初次见面的人，我们叫初対面の人，对吧？初対面の人、初めての人に対しては。啊，对于初次见面的人呢，措辞必须要非常注意啊。第四，今の田中さんの考えに対してちょっと話し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す。对于刚才田中的这个想法，我有话要说。对于什么什么，这个对于什么什么，就表示一种针对啊，一种针对的意思。这个不要这个太写，也可以直接说你。今の田中さんの考えには啊，对于田中的那个想法，我有话要表达啊，話し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す。第五，日本文学に対して興味を持っています啊，我对于日本文学持有兴趣。に対して。第三大题，什么什么敬意の程度を表します。それそれによって啊，我们用一个によって来表示手段或者根据。根据这一点或者凭借哈，凭借这个手段来表达一种敬意，敬意の程度を表します。这个所谓就指的，比如说这个各种敬语的这种模式啊，敬语的句型，通过这样一些敬语的句型来表达敬意的程度。第一个，読書によって考える力を広げたり深めたりします。想要表示手段啊，一个人通过读书来扩展自己的思考能力，来加深思考能力，对吧？読書によって。第二个，国によって生活習慣が違います。这个时候によって就表示根据了哈，根据国家的不同，生活习惯也会不一样。第三，人によって好みが違います。
啊，仍然是 によって 表示根据啊，个人的喜好叫喜好因人而异，对吧？喜好因人而异啊，根据人的不同，他的喜好也不一样。好みが違います。第四，年齢によってクラスを分けます。这个仍然可以表示根据，根据年龄来分班啊。年齢によってクラスを分けます。第五，話し合いによって解決します。这个显然是表示手段了哈，不能是根据，而是手段。通过协商，通过交谈啊，通过磋商，我们来解决问题。話し合いによって問題を解決します。第七，将括号里的词变为适当的敬语表达。そちらにかけて待ってください。这个待ってください叫请等一等。这个かける是坐啊，请坐在那里。そこ啊，请坐在那里稍微等一下。那这个时候怎么说呢？可以用个句型。お待ちになってください。对不对？お待ちになってください。我们之前讲过，像这样一种用这种接上了てください的话呢，最好不要用那个レルラレル，最好不要说待たれてください啊，不是非常的自然啊。最好说お待ちになってください，用这个お什么什么になる来接上表达祈使语气的比较合适啊。那么这个お什么什么です在这里显然不好用，这个です不能接这个てください。只有这个哦什么什么你拿住才能够接祈使语气的这个结构。お待ちになってください。啊，请坐在那里等一下。第二，課長、社長は何時に出かけますか？科长，请问社长几点钟会出去呢？会外出呢？这个时候社长是我跟科长两个人讲话当中话题中出现的那个我们需要尊敬的人，那这个时候也需要用尊敬语。那怎么说呢？課長、社長は何時にお出かけになりますか？お出かけになりますか？这时候可以用です。お出かけですか？也可以用られる。出かけられますか？但是如果用出かけられますか呢，有点感觉会被人误解为像表达可能态的意思。那这个时候为了明确的表达尊敬，我们还是不要用这个られる、られる，因为它有可能会被人家理解为表达可能啊。社长能够几点钟外出呢？那这时候为了避免这个意思，我们用お出かけになりますか？お出かけですか？回答说そうですね、6時頃出かけられると思うよ。他这个地方用了个られる表示这个尊敬，但是有可能会被误解为可能的意思啊。社长他可以在6点左右出去，那会有表示为可以的意思。那这个时候为了避免这个话，我们可以用お出かけになる。3、地下鉄1号線で帰る方は東出口を利用した方が便利だと思います。这个时候就话题中出现的各位乘客啊，各位坐地铁一号线来回家的乘客啊，各位乘客呢，你们还是使用东面的这个出口比较方便，就这意思啊。地下鉄1号線でお帰りになる，可以用一个お帰りになる，也可以用お帰りの，这个时候把那个です不要了，お帰りの方。お帰りになる方、帰られる方都可以用的，都可以用。お帰りになる方、お帰りの方、帰られる方は東出口をご利用なさった。这个时候把する变成なさる。ご利用なさった方が，这个时候可以用ご接三变词，感谢なさる。ご可以不要了啊，利用なさった或者ご利用なさった方が便利的。甚至也可以用利用された方が，也可以用句型ご利用になった方が都可以的。ご利用になった方が、ご利用なさった方が、利用なさった方が、利用された方が。第四，日本へ出発する方、搭乗手続きを開始いたしますので、3番搭乗口に並んでください。啊，准备要出发去日本的各位乘客呢，我们现在开始为大家办理乘机的手续啊。那么请大家在3号乘机口排队，有这意思啊。那么怎么说呢？日本へ出発なさる、出発されるご出発になる都可以用啊。
准备出发去日本的各位方啊，各位人呢，搭乘手続きを開始いたします。我啊，我方，我们开始为大家做这个，开始为大家做这个手续。三番搭乗口にお並びになってください。这个时候仍然是祈使语气，我们利用这个句型お並び排队啊，お並びになってください，请排队。第五。皆さん揃っていますから、そろそろ始めましょうか、啊、大家都已经到齐了，都已经来了，那我们是不是准备开始了呢？这个动词是揃う，对吧？那我们可以用个敬语，皆さんお揃いになっています，仍然是个お になる啊，お揃いになっています。ています表示现在的完成啊，大家现在处于已经集合到位，已经全部到齐，这个所罗舞啊表示齐备备齐，大家都已经全都来了，这个时候说皆さんお揃いになっていますか、啊、お揃いになっていますか、我们这就开始吧。第六，社長の弟さんはロサンゼルス支社に勤めています。社长的弟弟啊，是话题中出现的我要尊敬的人。社长的弟弟呢，在洛杉矶的分公司工作。那这时候把这个，这个时候他有个 teimas 在，我们可以用お勤めになっています。お勤めになっています。那么同样的话呢，这个 teimas 跟上面句话一样呢，所罗 teimas 一样。我们还有一种变为敬语的方式，就是把这个 teimas 变成 teirashaimas。一样的，这也表达一种尊敬，都可以的啊。上面一句话，そろっ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勤め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都可以啊。我们用お勤めになっています、勤め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都可以啊。第七，首相ご夫妻は10月にアメリカを公式訪問する。那像这种话的话，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像这种类似于名人哈，这种社会的名人、领导人什么的，如果出现在新闻报道里面的话，一般都不用敬语。这个前面语法中说过这个问题啊，名人、历史人物的话，当我们做陈述句的时候，一般不会用敬语。什么时候会讲这个话用敬语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首相夫妇就在我们身边，我是这个会议的晚宴的主持人，我现在说啊，首相夫妇到我们这里来访问，我们非常欢迎，像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用敬语的。如果我们是新闻报道中记者来陈述说我国首相夫妇十月份将会正式的去访问美国，像这样的话我们就用陈述句就好了。10月にアメリカを公式訪問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す，会用一个ことになります，这样一个比较客观的话来陈述首相他们的行为，而且这个时候连国都不需要加，直接说首相夫妻，首相夫妇，加个这个国已经是尊敬了。像这种用了国然后后面把它变成尊敬语的，比如说公式ご訪問なさいます，或者ご訪問になる、になります，像这样把它变为尊敬语的结构的话，都是一般会用于这个夫妇就在我们面前，我们需要直接尊敬他，这个时候就不要把他做名人看，直接作为一个人来看，我们需要尊敬这个人，那这是我们用尊敬语结构啊。如果是报道里边就不需要用了，对吧？那么这里可以用成ご訪問になります、或者訪問なさいます、訪問されます，都可以啦，ご訪問です、啊、对吧。高橋先生は今年3月で40年勤めた大学を退職しました。高橋老师在今年3月份呢的时候呢，以3月份为终点呢，他就在他工作了40年的大学，从大学退休了。大学を退職しました。那么作为一个陈述句，为了尊敬高桥老师，我们说高橋先生は今年3月で，就代表是一个终结点啊，计算的终结点，到3月份为止退休了。40年お勤めになった，这个时候用过去式来讲，做定语修饰名词。お勤めになった大学を退職なさいました，退職されました，或者说ご退職になりました、啊、都可以的啊。以上、この電話使っていますか？这个电话您现在正在使用吗？いいえ、もう済みました、どうぞ。没有，我已经用完了啊。这个済む表示结束的意思，我已经结束用好了，请你用吧。
那像这个话跟我们刚才看的这个第五句第六句是一样的，可以直接把ています换成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この電話を使っ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也可以用那个句型お使いになっていますか？この電話を今お使いになっていますか？使っ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都可以啊。第十，探しているものはこれでしょうか？您在找的东西是不是这个东西呀？見つけていただき助かりました。啊，ていただく啊，我能够有幸请您帮我找到这个东西，帮我寻找到这个东西，我真是得救了，真是获得了很大的帮助，对吧？見つけていただき啊，您帮我找到这个东西，我真是谢谢你。那么前面这个话呢，跟第九句是一样的，探していらっしゃる，或者お探しになっている，或者简单点，お探しのもの，那お探しのもの都可以啊。好，最后一项中一日，第一个，对不起，这儿是杨老师家吗？すみません、こちらは，或者ここ啊，すみません、こちらは楊先生のお宅ですか？就是说他的家，要尊敬一下啊。こちらは楊先生のお宅ですか？是的。はい、そうです。是的。老师在吗？显然要尊敬老师啊。先生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在吗？用一个尊敬动词。先生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不在。这个时候不在呢，不能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ん。不行啊，因为这个，说这个话的肯定是老师的家人，老师的妻子。那这个时候不能尊敬啊，不能尊敬我方人员。不能说いえ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ん。要说いえおりません。可以说おりません。用一个郑重语的词或者自谦语的词，いえおりません。那么也可以不要那么的谦虚，那么的谦卑。如果是对学生的话，用不着那么谦卑。いえ留守です。いえいません。啊，いえ今外出しています。老师是外出了吗？先生はお出かけですか？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呢？いつごろお帰りですか？いつごろお帰りになりますか？いつごろ帰られますか？都可以用啊。我也不太清楚。私もよくわかりませんが、啊，我也不太清楚。大概五点左右吧。多分五時ごろでしょう。多分五時ごろでしょう。那我到时再来拜访。それなら啊，那样的话，或者それでは、それなら、その時またお伺いします。这个时候拜访可以用一个たずねる变为自谦语动词うかがう，然后再套上一个，这个双重自谦是被广为认可的啊。それならその時またお伺いします，啊，我再来拜访お伺いします。第二，您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这个您不用说出来的，不用说あなたは，不用不知道说这个あなたは啊，不用说的。今日の新聞はもう読まれましたか？或者お読みになりましたか？お読みでしたか？都可以的啊，这种都可以表示这个尊敬的意思，对吧？今天报纸你已经读过了吗？还没呢。いえ、まだです。还没有呢。有什么重要的消息吗？这个什么就是表示一种泛指，不确定的啊。何か重要な記事がありますか？或者重要なニュース、重要な記事があります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消息呢？好像没有。ないようです。或者ないみたいです。啊，这个时候用一个ようです或者みたいです来表示自己主观的婉转断定啊。我没有仔细看，只是浏览了一遍，所以说我说好像没有，对吧？一个好像表示婉转断定啊。ないようです。私もじっくり仔细的。私もじっくり読みませんでした。啊，我也没有仔细读，这个是表示过去式啊。私もじっくり読みませんでした。ただ目を通しただけです。浏览啊，ただ目を通しただけです。要注意哈，这里我没有仔细看，我只是浏览了。像这样几个动词全都不可以用自谦语啊，所以千万不能说いいえ、私もじっくりお読みしませんでした。或者说ただ目をお通ししただけです，全都不可以这样用啊，不可以用自谦语，因为这个时候我读报纸或者我浏览报纸，这个时候与对方的行为没有关系。自谦语用的时候一定要你的行为与对方有着某种瓜葛，有着某种联系，
这样我们才能用自谦语。如果你说你读报纸，跟对方没有任何的关联的话，不需要使用或者不能使用自谦语啊，直接用陈述句。私も読みませんでした。ただ目を通しただけです。第三，啊，下雨了，您带伞了吗？啊，雨が降りました。啊，表示一种现象啊。啊，雨が降りました。傘をお持ちですか？或者用敬语啊，傘をお持ちですか？傘を持っ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都可以啊。いいえ、持っておりません。这可以用自谦。いいえ、持っておりません。啊，我没有带。我每次来总是下雨，而且每次都要借伞回去，表示我的一种，我真是服了，对吧？我倒是要买一把伞啊，我真是服了，我每次来都是下雨。私は来るたびに，这个每次就用原形接たびに。私は来るたびに雨が降ってしまいます。啊，表示我的一种不满。雨が降ってしまいます。しかも或者そして毎回傘を借りて帰ら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我总是要借伞回去。这个借伞是我回去的一种前提条件方式。那我们可以用动词贴形。毎回或者来るたびに傘を借りて帰ら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我的回去方式总是要以借伞回去这样的方式才能回去，对，因为总是在下雨。那再说一遍啊，来るたびに傘を借りて帰ら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可以表示参りました、啊、我真是服输了，真是服了这个天气，对吧？第四，日语敬语很难吗？日本語の敬語は難しいですか？如果是自己提出一个主题，可以用促音加て。我们前一课学过了啊。日本語の敬語って難しいですか？難しいですよ。とても難しいですよ。日语敬语有尊敬语、谦让语、尊重语之分。日本語の敬語には尊敬語、謙譲語、丁寧語の使い分けがあります、或者区別があります、有这样的区别，对不对？场合不同，对象不同，措辞也就不同。这个显然是用的によって啊，表示根据啊，根据场合和对象的不同，措辞不一样。怎么说？場合と対象によって言葉遣いが違います。言葉遣いが変わります。異なります。都可以啊。そうですか。好难啊，这个好难啊，最好用一个样态，就是听你这么一讲，我觉得好像敬语貌似蛮难的，我之前都不知道。そうですか。難しそうですね。難しそうですね。啊，听你这样讲，我觉得難しそうですね。そんなに難しくて，这么难。そんなに難しいなら，都可以啊。そんなに難しければ，そんなに難しかったら，そんなに難しいなら。我怎么学也学不会吧？用个どんなに，对吧？私はどんなに勉強しても身につけられないでしょう，或者用覚えられないでしょう，掌握啊。私はどんなに勉強しても身につけられないでしょう，覚えられないでしょう。没那回事，そんなことありません。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です。我想。如果注意了讲话者对于听者一谈话中出现的人物的感受，这些应该注意的地方的话，那么就会用好敬语的。怎么说呢？聞き手や、啊、听话的人，話の中に出てくる人、啊、话题中出现的人，話題の中に出てくる人に対する、啊、对于这些人的に対する話し手の気持ちなど，对吧？話し手の気持ちなど，用个など，多个停顿啊。話し手の気持ちなど、注意すべきところに，或者说などのような啊，像这样一些话者的心情等等，这样一些你必须应该注意到的地方。再说一遍，聞き手や話題の中に出てくる人に対する。話し手の気持ちなどのような、注意すべきところに、就应该注意的地方。などのような、注意すべきところに、注意すれば、或者注意したら、啊、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啊、注意すれば、上手に話せると思います。啊、我认为你就会能够说得好。
最后一句，你常来玩吗？不，也就是一个月一次吧。这个显然是用于表示那个低程度的古老语啊。よくここに遊びに来ますか？经常来这里玩吗？いいえ、一个月一次。月に一回ぐらいです。表示一个频率啊。月に一回ぐらいでしょう啊。月に一回ぐらいでしょう啊。大概也就一个月一次左右的这个低频率的啊，低程度的用ぐらい。皆さん、練習の時間ですよ。ちょっと練習しようね。皆さん、お疲れ様でした。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